从此吃喝玩乐变成慈悲喜舍，从此喝咖啡聊是非变成喝咖啡明是非。仁医会医师洪启芬分享自己最大的改变，从刚开始推脱国际义诊到后来自愿出动，都是因为看见世间苦难，看见慈济如何帮助他们翻转人生，学员也从中体悟到了感恩、尊重、爱，对善的这种传承，还对这个恩亲的这个孝顺，也要培养那个要传递给孩子们，让孩子们在这个社会上呢，就是培养出一种好的、良好的这个个人性、这个人性和个性的这个根基。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，讲师甘万成分享慈济环保的精神，环境的破坏需要从每个人做起，回归清净本性，进而疼惜爱护大地。现在很多人不存道理，污染天空，破坏大地，不敬天不爱地，如同子女忤逆父母。环保菩萨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感恩天地生长万物，由衷的来疼惜呵护天地万物的环境。一个又一个善与爱的故事，让每位志工从中得到启发，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人，利益众生，保护环境，祥和社会。大爱新闻谢明山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